我刚刚看您都是中文来演讲的，为什么您想用中文来？因为我喜欢中国人民，我喜欢中国文化。我三十年以前，我来留学北京大学，我送北大德了博士学位，所以呢，我一般都到处学中文。我是一个半个中国人呢。 那现在埃及的年轻人就是对于孔子学和中国文化是？我告诉你，埃及年轻人在那个学外国语言的方面，第一个选择学中文。现在在埃及有25所大学有中文系的。我刚刚35年之前呢学中文，很多人都是以为我是二八五，中国还没开放，为什么学中文？你可以学法语。 德语、西班牙语来的人很多，但是呢，我这个人很乖乖的，从小喜欢中国历史。现在呢，感谢老天爷，我的选择是正确的。我们的孔子学院大概有每年培养500个学生左右，各种各样的学中文、现在中国武术、功夫之类的。现在就是有些西方国家就是对。 包括有关闭的一些孔子学院，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？我觉得这个活动不应该的。老天爷创造我们的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颜色，中国句话互相帮助、互相爱护、互相了解。孔子他是一个中国的有名的思想家，在各个国家有孔子学院，为了推广。 中国文化、中国语言，但是呢，因为一些西方国家现在怕中国起来，怕中国变成很强大的国家，怕中国文化，他们说，孔子学院有一个经济活动，这个不应该的。不管在阿拉伯大陆，在埃及，我们有3个孔子学院。如果你打开了历史。 你会发现，19世纪是那个英国人的时代，20世纪是那个美国人的文化。我觉得现在美国已经到顶了，可以往下来。21世纪100%是那个华人的时代，华人的文化。 我2007年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我流眼泪，不想离开，跟北京的哥们儿姐们有感情了。我在北京待了5年，给我留下了宾至如归的感觉。为什么不喜欢中国？我就是喜欢中国。